这个寄居蟹啊，他准备要换房子了，好吧？可能我一来，啊，他怕有危险，躲起来了。啊，哇，这个房子确实好啊！你看，哇，像个雷峰塔一样啊！嘿嘿，哦哟，这个房子确实是不行了呢。你看，又老又旧了，这个是不是？啊，还是这个房子好呢。干净利落啊，嘿嘿嘿，这要功夫生啊，你看铁棒能磨成针，哎呀妈了，找了半天找了一个好东西，走，哦，看这啥，哎呀那大鲍鱼，我的妈了，这可是精品啊，这个啊，吃过没有你们，吃过的啊扣个666啊。这两天啊受大风的影响啊，你看一只大墨鱼让这个海浪啊给拍在沙滩上了。哇塞，这只，哎呀，哎，哇，好大啊，这只！哎呦，哇塞，呀，哇，你看它是须子，那，哇，好长啊，那，哇，你妈的，这只差不多有2斤多了，那，这个墨鱼啊，这上面还有个骨头呢，这个骨头还可以做那个啊，可以做药材呢。哇，你们今天可是赚大了。这是哪个老铁给我带来的好运呢？哇，今天有口福了，今天。